来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活动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呢，这些职工，我们今天首先来欢迎一下，来武林工作室，请出列。大家好，我是高丽丽。虽然我们今天来的人数不是很多，可是都是精英，唱歌跳舞通通会。然后梁叔叔又准备睡纸啊，我看到你有拿纸。他怎么整理得出来？他在忙的，还在忙，还在忙，还在忙。代表，代表，好，来，贝贝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好，拍拍手，对对对，拍拍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表演的，要帮大家提前庆祝中秋节。好，阿乌阿朵提月饼来，阿公阿公表演。人单位看了以后应该会看着笑呢，那就等于吃到月饼一样开心。那你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。那首先呢，就是要让大家有个中秋的感觉啊，先介绍一下哈。我们类似今天这样的活动呢，总共有25场，今天是第9天，所以是第17场，一天起码2场起跳。哦，今天是第17场，所以已经过了一半以上了。哎，我们已经跑了16家机构去带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呢，每一家机构投入的人数啦、志工都不一样，大家都是自愿来服务，自愿啊、用歌声啊、用我们的舞蹈来带给大家快乐。哎，然后呢，我们到的机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，完全是自己愿意来开怀给老人家的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给志工们掌声鼓励啊！哎，大家全体都无收钱的哦，哎哎，家己开车钱哦，家己开那个买衣服什么什么都是自己打理啊、哦，所以这一份下。这份心情是无价的，不是用价钱可以买的。啊，这样子是最感动。好，马上节目开始，我们先来带动一首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然后就开始今天的活动。来，小兰为我们带来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我先点歌啊。